为各位介绍这项商品，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和宝制作的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气门盖加呼吸盖组。那当然呢，目前我们所安装的车型，这个是三代的新进站，稍微看一下，没错，是三代新进站。那三代新进站的呼吸盖加气门盖呢，那总共气门盖是有两片，上下两片组成，那呼吸盖是一片。那和宝呢是第一，台湾第一个厂商把呼吸盖跟气门盖呢做成多层次然后立体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厂商。然后呢，铝料呢是奥地利锻造的铝料，那相对的它的导热跟散热效率都是非常好。之前有两三年前推出的时候，杂志社是有做过实际的这个测试，那大概可以在撞风的情况之下下降大概8度到10度之间，是天气状况有会有所增减，然后大致上都会在8度到10度左右，确实有效的一个气门盖。那不会像有一些平面式的气门盖呢，也有号称说降个10几度的这种温度。那基本上呢，那各位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的这个散热？一般平面有这么高的散热效果呢？那当然就留着让网友自己去分辨了。那在此我们也不再多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宝的多层次的气门盖。那目前呢，这个部分看到的是安装上是三代新进站，还有实际安装的效果。我们看一下多层次的一个上面的气门盖，然后锻造的铝料呢，当然所以阳极的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外面有一种油油亮亮的感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气门盖实际安装的一个这个展示，实际的一个影片。然后目前在画面右手边的呢，就是呼吸盖，那呼吸盖可能挡住了，没有办法一窥它全部的一个全貌，那我们还是近一点点看看。那由影片中应该可以看得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像商品的制造、切削的 CNC 的工是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那和宝的所有的机台呢，所有 CNC 的机台呢，包含他们的车铣复合机等等，全部都是日本制造。和宝的最自傲的呢，那当然就是他们的 CNC 的机器。那全厂的 CNC 机台呢，车铣复合机含这个CNC 的这个铣床，然后全部加起来呢，大概有30台左右，啊，数量非常的多。那和宝是做遥控车起家的，所以呢，在精密的这个加工，也是非常非常的专注，它可以轻易的把这个商品的条数控制在2条以下，非常的轻易。那当然，这基本上是跟机台制造上是有绝对的关联。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新进站的部分。目前气门盖的部分呢，新进站有很多的颜色，常见的颜色呢，像金色啦、银色、钛色、黑色、红色、蓝色、橘色、紫色等等。麦可仓库旗的精品，我们都有现货供应。那如果有喜欢的搭档呢，可以到麦可仓库旗的精品，不管是网页还是这个现场来选购都可以。那当然，如果说有需要其他和宝的避震器等等，那本店也是经销商，那欢迎来本店订购。谢谢各位。